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那么十脏都是什么脏呢？以下解解这十脏啊。总说了，食物进脏是每个十俱食，十俱食，那所以称为这五进了，就这样子说的。一个是心，任何经教的教义里头，先都要说你心。咱们经常这样说。信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根，唯信能入。说你没有个坚定的清净信心坚固，你不能理解法空的道理。不能理解法空道理呀、啊，你那个心呐、啊，就不能不退堕。也不能生如来家，必须要信。信什么呢？信佛所说的一切教授的方法，慈佛所说的教授的方法，令一切众生信解。这在这个令众生信解的法门呢，成为无尽藏，法门非常之多。就叫信藏，十无尽藏啊。第一个就是信藏，第二个戒，戒，戒是折子的意思。佛跟你说了，说戒藏，让你防护一切呢。菩萨要奉行。持受三世诸佛的无尽的境界，具足圆满了，无所毁犯，就是戒藏。应当菩萨常时持念，念什么呢？念众生的颠倒破戒。菩萨都要发心发愿成就菩提时候说真实法，令一切众生离开颠倒的之见，都得这个戒藏。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第三种是忏悔的忏啊，忏藏。说菩萨一念过去，要不知忏悔者，语入眷属，照住讷业，今为诸佛所知，诸佛都知道，而生于忏。因此才发漏忏悔，修习犯恨，证得菩提，这叫忏藏。也就是普贤菩萨说的十大愿之当中的第四愿，皈依三宝之后了，供养三宝，皈依了三宝之后，供养三宝之后，第一个就是忏悔。先忏过去的业，令众生得到真实清净，令修于忏，这就叫忏悔。第四叫愧，为菩萨自愧于往昔呀、啊。乃至于念一切众生，
都入事儿。亏王羲，王羲做了什么？在五育井上做了很多的哪法，所以感受的报的受众生身，众生身就太多了，也是为诸佛所施，生出愧心，愧心发漏忏悔，修行犯恨，加速成就菩提，给众生说真实法，令修于愧，就是惭愧。就是在五欲啊，就是讲的色声香味触的上犯了很多的错误吧，愧对于诸佛，愧对于众生，所以要惭愧，这是分开讲的啊。十藏的第五藏文藏，他都加个藏字，就是含藏的不是一两宗，含藏的很多的事物，所以仗着收藏之意了，收藏很多的。所以菩萨闻世间除世间一切诸法，故与诸佛菩萨缘觉声闻出现入灭皆悉能知。因为众生啊，一切众生没有闻法，还不说多闻了，闻的不多，乃至闻了也不去仔行。那菩萨呢，就发菩提心，发大心，救助众生，让众生啊多闻，应当持受是多闻藏，多闻才能生智慧，才能证得菩提。因此为众生说明文藏，第六思藏，思藏布施的思啊，为菩萨的生性啊，发了菩提之后，他的生性都是仁慈的，都慈的，说常行十种布施，咱这不单讲了一个一个的，十种布施是很长的，施舍之后没有悔恨之心，特别是内思，内思就是自己身体，用身体来布施，叫内思，施了之后不后悔，特别是洁净思，把自己所有的全部施舍，身外的财富，那叫外施，最后呢，连自己的身体也布施供养，叫内施，这才叫洁净，洁净，施舍之后没有后悔的。有的人在布施时候把自己财富都布施完了，完了自己呀，生活缺乏了，没有了，后悔了，哎呀，说我该留一点了，这个把你布施的功德呀，那就减了，是吧？思而无悔，思而无悔，叫洁净施，洁净，倾其所有，全部布施了，这叫施藏，施藏。慧藏，为菩萨的智慧具足，了知世间除世间的一切诸法，世间诸法除世间诸法都是从业报所感召的，因缘所造成的，不管是善也好恶也好，全是虚假的，没有坚固的。令一切众生知道真实相，令得众生悟得自己的本相，悟得自己的佛相，
悟得自己的本体是真实，这叫慧藏。第八念藏，为菩萨舍离的痴惑无明啊，就是无明，得具足念，意念一生乃至无量百生，经过了无数的成住坏空，无量劫，乃至于无量劫中，一切诸佛除善除现世间，各说佛的名号，那佛所有的受记修德罗十二分经啊，以众会的根相，既能记忆，一念之间能把它回忆记得住，成住坏空，是四宗劫的名，和四宗劫为一大劫，那劫的成坏，总说吧叫劫波，劫波嘛就是十分，在这个时间佛所说的一切经十二分经，什么叫十二分经呢？不是十二部经啊，十二分经就是讲究弃经、从诵、讽诵、因缘、本身、本事、稀有、譬喻、论义、智说、方广、受记，这十二个合起来叫十二分经。第九叫持杖，杖是含藏义了，持是受持义了，一切菩萨须诸各种的大威力，与入佛所说修德罗，就说弃经法，弃经法嘛就是上去诸佛的心理，上去诸佛所说的法的真理，下去与众生的心，这叫弃经，就是契合的意思，契合的意思，这叫持杖，持杖的持是受持，没有忘失。第十是辩藏，辩是辩才的辩，菩萨要具足大辩才，广为众生演说诸法，或说无尽法，或说一品法，或是一日说，或是无量劫天天如是说，随众生根，令他满足他的所求的，这叫辩藏，是吧？菩萨应当具足十藏，这个十藏嘛，就是这个含义，一一解释了，就十无尽藏。这只是《华严经》这样说啊，《华严经》这样说，《华严经》一切菩萨，发大菩提心，具足十藏。这是娑婆世界啊，娑婆世界。诸佛子，此娑婆世界所言苦圣谛者，比密寻世界中，为明影求根。娑婆世界叫是苦圣谛。在密寻世界呢，就不叫苦圣谛了，叫什么呢？名营求根，毁名不处理，毁名细胞本，毁名所作不应作，毁名普斗争，
毁命分析习无力，毁命所毁命作所依，毁命疾苦，毁命躁动，毁命形状物。诸佛子所言苦寂圣体者，比密寻世界中毁命顺生死，毁命眼浊，毁命烧炎，毁命流转，毁命败坏根，毁命续住有，毁命讷行，毁命耐浊，毁命病源，毁命分数。诸佛子所言苦灭圣体者，比灭密寻世界中毁命第一义，毁命处理，毁命可赞叹，毁命难言，毁命善入处，毁命调伏，毁命一心，毁命无罪，毁命离贪，毁命决定。诸佛子所言苦灭道圣体者，比密寻世界中毁命猛将，毁命善行，毁命超出，毁命有方便，毁命平等眼，毁命离边，毁命了悟，毁命奢取，毁命最胜言，毁命官方。诸佛子密寻世界说是圣地，有入四等四百亿十千名，随众生心悉令调伏。只是总说啊，有四百亿十千名啊，咱们念一天也念不完呢。他是料说的，总说啊，密寻世界呢，就是咱们这个娑婆世界东面东方，那个世界，是么临近的啊，临近这个世界，我们的东方临近世界叫做密寻世界。那么他把这个苦分析叫什么呢？习无力。习无力，习无力呢，就是把这个苦啊，苦果呀、啊，推至于缘，是缘铸成的。缘铸成的没有实体的了，没有实在的物象了，也没有实在的事物了，没有实体的，凡是有形象的都叫苦，有形皆为苦。这个呢是说的攀缘，有了攀缘了，这是苦的根本。怎么样去断攀缘啊？不去求，要无所得，要无所得了就没攀缘了，没有团圆了，病体就没有了，没有因了，病源就没有了，苦也就没有了。在这个灭体当中，苦灭啊，说灭，灭呢，它不叫灭，它叫一分者。一分者怎么解释呢？说惑，一切的迷惑都是虚妄引起的。那有好多分呢，有尘沙分数，那就引起了多少个虚妄。但是这个惑没有实体的，惑的实体是什么？是理呀、啊，惑跟理是不可分的，迷了理了才起惑呀。所以灭云一分，所以光这一分呢，就叫是说这惑呀没有实体的。
就是十里的起的现行一份，道呢就是能够正面，能够正面，所以叫上行，上行，方呢就是观四谛，观方者就说的是四谛，毁名官方，官方怎么解释呢？官方就是四谛，说见一切佛而得开悟了，闻一切法受持不忘了，圆满一切般若蜜行，大悲说法满足众生，这就是菩萨道。这上来嘛，解释密寻世界的，密寻世界什么？东方世界的理呢是一样的，名词呢、语言呢各对各的根，语言不同。诸佛子，此娑婆世界所言苦圣谛者，比最圣世界中毁命恐怖，毁命分段，毁命可厌乐，毁命顺承事，毁命变异，毁命招隐怨，毁命能其夺，毁命难共事，毁命忘分别，毁命有势力。诸佛子，所言苦寂圣谛者，比最圣世界中，他们不叫苦寂圣谛了，最圣世界中叫什么呢？叫败坏，说慈根，叫大愿，叫利印，叫灭畏，毁灭个仇对，毁灭非己物，毁灭乐导引，毁灭真黑真黑难，毁灭坏善力。诸佛子，说愿苦灭圣谛者，比最圣世界中毁灭大义，毁灭摇椅，毁灭义宗义，毁灭无量，毁灭所应见，毁灭离分别，毁灭最上调伏，毁灭常平等，毁灭可同住，毁灭无为。诸佛子，所言苦灭道圣谛者，比最圣世界中毁灭能烧言，毁灭最上品，毁灭决定，毁灭无能破，毁灭生方便，毁灭处理，毁灭不下理，毁灭通达，毁灭解脱性，毁灭能度脱。诸佛子，最圣四谛，说圣谛，说圣四谛，有如是等四百亿十千随众生心悉令调伏。最圣世界是南方，说完东方又说南方，先说我们娑婆世界，说完世界了说东方，说完东方又说南方。最圣世界翻什么呢？翻我们华严叫风仪，风仪。最圣啊，是拿意义的，要就它的意，就它的这个名词上来说，就叫风仪。这最圣世界在南方，它的以前的名字叫风仪。风仪是正翻的，那么翻到最圣世界嘛，是要它义理来翻的，要它义理来译出的。说在这个最圣世界呀，说生老病死，是有势力的，
说那苦有力量，把苦啊叫有势力，有什么势力呢？逼迫你啊，就像四个大山那临近人压放你，那你当然感觉苦了，他名字不同，义理都是一样的，说生老病死，生老病死，他的苦难，生老病死苦啊，给众生所造成的苦难，就像什么似的呢？就像佛说的一个例子啊，佛说就像波斯匿王，佛对波斯匿王说：“大王，有亲信人从四方面来，各作四言，有四大山，这解释那个呀，入四山临人。什么叫四山临人呢？那么，释迦牟尼佛跟波斯匿王说，四大山临人就是遇害人民。四大山呢，就是生老病死，他要来害人的时候，是吧？你要听到当做什么打算呢？当设何计呀？是佛问呢？佛问我波斯匿王啊，说假使四面的四大山来敌派人民、压派人民的时候，那是人民就要受苦了，你怎么样办？王言，世尊呐、设有此来，假使有四大山来，无处逃避呀、往哪逃啊？逃是逃不了的了，应该怎么办呢？专心持戒，专心持戒，一心的持戒，光持戒不算，还要布施，供养一些众生。说众生生老病死苦的逼迫呀，你怎么办？专门吃佛的教授教导我们的，持净戒，把一些哪吒状，戒是方哪的，行善的，完了还要布施，上供于诸佛，下施于众生。这样的啊，就逃避四山的大难。佛对着波斯匿王的答复，佛就赞叹了，赞叹了。佛即赞言：“善哉，大王啊，说你做得好啊。我说的四山是什么？是众生的生老病死。说生老病死啊，常来呀、逼迫众生。要不修持戒，不修布施，不修持戒，那就是四山的逼迫。是吧？贤人与不贤，豪强与脆弱，这就是形容四山的意思。没有能脱的，只要布施持戒能够躲，躲这四大灾难。今天就讲到这吧。诸佛子，持娑婆世界所愿苦生地者，比离垢世界中毁命毁恨，毁命自待，毁命辗转，毁命铸成，毁命移位，
毁命非法，毁命居宅，毁命妄着处，毁命虚妄见，毁命无有数。诸佛子，所言苦寂圣体者，比离垢世界中，毁命无实物，毁命单有语，毁命非洁白，毁命生地，毁命知取，毁命疲倦，毁命增长，毁命重担，毁命能生，毁命出旷。诸佛子，所言苦灭圣体者，比离垢世界中，毁命无等等，毁命普出尽，毁命离垢，毁命圣根，毁命成慧，毁命无知待，毁命灭惑，毁命罪上，毁命毕竟，毁命破印。诸佛子，所言苦灭道圣体者，比离垢世界中，毁命坚固物，毁命方便分，毁命解脱本，毁命本性实，毁命不可回此，毁命罪行见，毁命住有变，毁命受记权，毁命作究竟，毁命净分别。诸佛子，离垢世界说是是的，有如是当四百亿十千名随众生心悉令调伏。咱们娑婆世界的所有名言，在离垢世界里呢变了，他那个世界有他那个世界的名字，道理呢跟娑婆世界是一样的，对，跟我们现实生活也入世了。我们是陕西省说的话跟东北有点方言不同，对，各个省份的话都不同。在世界上一切住世界中所有的名词不同，它的义理还是一样的啊。一个是由祸而生业，由业而受苦，祸是因呢，因呢，有什么因就感什么果呀，因为人家经常我们说起祸造业，起祸你心里想的，本来我们心里想的是妄想啊，这个妄想有时候他要去做，想完了之后不是想想就算了，想想要做，要去做就叫造业了，造业。这个业呢苦业，有什么呢？苦因啊，起祸造业的，他这个苦因呢一定要感苦果，如果想想就算了，那只是心念了，那不通了，并不是我们所有打的妄想都去作业，不见得。打妄想想想就是了，想想是在菩萨说着，想已经犯错误了。咱们凡夫说你得做了业才算呢，才能感果，业能感果。说呢，从做任何事儿，大小，只要你做了，做了一定就受。那你做善业呢？那就善业感善果了，恶业感恶果了。对，修道，道也是作业，那就得到灭的果。也都入世。
但是那个世界的名字跟我们这个世界的名词不同，义理是同的。嗯，苦集灭道都一样的。对，嗯，一个是做的生死业，一个是解脱业，那就看你所做的业吧。娑婆世界入世，离垢世界也入世。尽管它名词不同，它所含的义理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啊。那懂得这个道理了，那个世界跟这个世界一样的，起惑造业受苦，这可没说西方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你造的净业，它没有这个名词了，当然不同了，这都说的跟这个相等的，这个慧眼世界，有慧，有净，那纯净的世界没有说，这都跟这相类似的，这个西方离垢世界，在西方极乐世界的那边这边啊，西方极乐世界比离垢世界还很远呢，因为这是这么临近的，娑婆世界临近的，住个国度，住个世界，但是生老病死苦，烦恼，那大概这个周围的世界跟咱们这个世界是相近的，没说净佛国度啊，说的相似的国度，可以意会，用咱们的义理去想去。诸佛子，此娑婆世界所言苦圣地者，又说一个世界啊，比丰夷世界中，会有那眼处毁灭显害根，毁灭有海分，毁灭极寂常，毁灭差别根，毁灭增长，毁灭生灭，毁灭障碍，毁灭刀剑本，毁灭树所成。诸佛子，所言苦寂圣体者，比丰夷世界中毁灭可恶，毁灭趋势，毁灭出皮物，毁灭耐着，毁灭名气，毁灭名动。诸佛子，所言苦灭圣体者，比丰夷世界中毁灭相续断，毁灭开显，毁灭为无文字，毁灭无所修，毁灭无所见，毁灭无所作，毁灭寂灭，毁灭已烧尽，毁灭舍重担，毁灭已出坏。诸佛子，所言苦灭道圣体者，比丰夷世界中毁灭寂灭行，毁灭处理行，毁灭勤修正，毁灭难隐去，毁灭无量寿，毁灭善了知，毁灭究竟道，毁灭难修习，毁灭自彼难，毁灭无能胜。诸佛子，丰夷世界说是圣地，有如是等400亿10000名随众生悉令调伏。这是说北方，在我们娑婆世界的北方，那个世界名丰夷世界。丰夷世界所有的四圣谛法的名词，跟我们娑婆世界的名词不一样，名词不一样，所含的义理都是一样的。所有这十方世界中，这都眨眼世界，清净世界没有举啊，他举的都是眨眼世界的，这是跟我们相似的。四圣谛法的名词不同，他说断修正，还是相同的啊，相同的。对，
这咱不做解释了。诸佛子是娑婆世界，所有苦圣地者，比摄取世界中，毁灭能解脱，毁灭非善有，毁灭多恐怖，毁灭种种戏论，毁灭地狱性，毁灭非实意，毁灭贪欲淡，毁灭身重根，毁灭随心转，毁灭根本空。诸佛子啊，所言苦寂圣体者，比摄取世界中，毁灭贪着，毁灭呢成伴，毁灭过呢，毁灭数集，毁灭能知取，毁灭想，毁灭有果，毁灭无可说，毁灭无可取，毁灭流转。诸佛子所言苦灭圣体者，比摄取世界中，毁灭不退转，毁灭离言说，毁灭无相状，毁灭可心落，毁灭坚固，毁灭上妙，毁灭离慈，毁灭灭尽，毁灭远乐，毁灭出离。诸佛子所言苦灭道圣地者，比摄取世界中，毁灭离言，毁灭无证，毁灭教导，毁灭善回向，毁灭大善巧，毁灭差别方便，毁灭入虚空，毁灭寂静行，毁灭圣智，毁灭能了义。诸佛子摄取世界中说圣圣地，犹如是四百亿十千名随众生心悉令调伏。这是东北方的啊，摄取世界东北方啊，所有的名字不同，它的义理呀跟娑婆世界还是一样的，一样的。的名字不同嘛，是他那个世界的方言道理是一样的啊。说这个不做解释。诸佛子是娑婆世界所言苦圣地者，比摇移世界毁灭重担，毁灭不坚，毁灭入贼，毁灭老死，毁灭耐所成，毁灭流转，毁灭疲劳，毁灭呢相状，毁灭生长，毁灭利印。诸佛子所言苦寂圣体者，比摇移世界上毁灭败坏，毁灭浑浊，毁灭退世，毁灭无力，毁灭上司，毁灭乖违，毁灭不合合，毁灭所作，毁灭取，毁灭抑郁。诸佛子所言苦灭圣体者，比摇移世界中毁灭出狱，毁灭真实，毁灭离难，毁灭腐坏，毁灭离乐，毁灭随顺，毁灭根本，毁灭舍因，毁灭无为，毁灭无相续。诸佛子所言苦灭道圣地者，比摇移世界中毁灭达无所有，毁灭一切因，毁灭三昧藏，毁灭得光明，毁灭不退法，毁灭能尽有，毁灭广大路，毁灭能漂浮，毁灭难闻，毁灭不流转根。诸佛子摇移世界四圣体法，犹如是当四百亿十千名随众生心悉令调伏。诸佛子是娑婆世界所言苦圣体者，比鲜少世界毁灭显落狱，毁灭细胞处，毁灭邪行，毁灭啊随受，毁灭无忏词，毁灭贪欲根，毁灭恒河流，毁灭常破坏，毁灭具火性，
佛们多忧恼，诸佛子，所言苦集圣体者，比鲜少世界上佛们广地，佛们能取，佛们远会，佛们流弹，佛们恐怖，佛们放逸，佛们奢取，佛们择处，佛们宰主，佛们树房，诸佛子，所言苦灭圣体者，比鲜少世界上佛们充满，佛们不死，佛们无我，佛们无自相，佛们无分别，佛们分别尽，佛们难乐住，佛们无限量，佛们断流转，佛们结行处，佛们不二。诸佛子，所言苦灭圣体者，比鲜少世界中佛们大光明，佛们演说海，佛们简在意，佛们和合法，佛们离取作，佛们断相续，佛们广大路，佛们平等宴，佛们借方便，佛们最圣见。诸佛子，鲜少世界说是圣体，犹如是等四百亿十千名随众生心悉令调伏。这是西南方。诸佛子，是娑婆世界所有苦圣体者，比欢喜世界中毁灭流转，毁灭出生，毁灭失利，毁灭眼浊，毁灭重担，毁灭差别，毁灭内显，毁灭忌讳，毁灭乐宰舍，毁灭苦恼相，乐舍宰啊，毁灭乐舍宰，毁灭苦恼相。诸佛子，所言苦集圣体者，比欢喜世界中毁灭地，毁灭方便，毁灭非实，毁灭非实法，毁灭无底，毁灭奢取，毁灭离界，毁灭烦恼法，毁灭邪劣见，毁灭垢聚。诸佛子，所言苦圣体者，比欢喜世界中毁灭破依子，毁灭不放逸，毁灭真实，毁灭平等，毁灭善见，毁灭无变，毁灭无取，毁灭无相，毁灭自在，毁灭无生。诸佛子，所言苦集灭道圣体者，比欢喜世界毁灭入圣界，毁灭断际，毁灭超等类，毁灭广大相，毁灭分别尽，毁灭神通道，毁灭住方便，毁灭正愿行，毁灭常记录，毁灭舍解脱。诸佛子，欢喜世界说圣地，犹如是等四百亿十千名随众生心悉令调伏。诸佛子，是娑婆世界所言圣体者，比观要世界毁灭破坏败坏相，毁灭入坏气，毁灭我所成，毁灭住取身，毁灭树流转，毁灭住讷门，毁灭性苦，毁灭可气舍，毁灭无畏，毁灭来去。诸佛子，所言苦圣体者，比观要世界明毁灭行，毁灭愤毒，毁灭和合，毁灭受资，毁灭我心，毁灭离毒，毁灭虚诚，毁灭乖伪，毁灭热闹，毁灭惊骇。诸佛子，所言苦圣地者，比观要世界中毁灭无积极，毁灭不可得，毁灭妙药，毁灭不可坏，毁灭无浊，毁灭无量，毁灭广大，毁灭绝分，毁灭离眼，毁灭无障碍。诸佛子，所言苦灭道圣体者，比观要世界中毁灭难隐行，毁灭离欲，毁灭究竟时，毁灭入意，毁灭性究竟，毁灭净现，毁灭奢念，毁灭虚解脱，毁灭救济，毁灭圣行。诸佛子，观要世界说是圣地，犹如是等
410,000名随众生心悉令调伏。诸佛者是娑婆世界所言苦圣地者，彼震应世界中毁命逆此，毁命世间，毁命所依，毁命闹慢，毁命眼作性，毁命四流，毁命不可乐，毁命浮常，毁命树灭，毁命难调。诸佛子所言苦圣体者，彼震音世界毁命自毁命须自福，毁命心取，毁命能否，毁命随念起，毁命自后边，毁命共和合，毁命分别，毁命门，毁命飘动，毁命引法。诸佛子所言苦圣地者，毁言所言苦灭圣地者，从震音世界中毁灭无一处，毁灭不可取，毁灭转环，毁灭离真，毁灭小，毁灭大，毁灭善尽，毁灭无尽，毁灭广博，毁灭无等价。诸佛子所言苦灭道圣地者，彼震音世界中毁灭观察，毁灭能摧敌，毁灭了知印，毁灭能入性，毁灭难敌对，毁灭无限意，毁灭能入字，毁灭和合道，毁灭恒不当，毁灭殊胜业。诸佛子震音世界说圣体法，犹如是等410,000名随众生心悉令调伏。诸佛子如此娑婆世界中说是圣地，有410,000名如是东方百千亿无数无量无边无等，不可数，不可称，不可思，不可量，不可说，尽法界虚空界所有世界，彼一一世界中说是说是圣地，已有410,000名随众生心悉令调伏，如东方南西北方视为上下，以复如是。诸佛子如此娑婆世界有如上所说十方世界，彼一切世界也各有入世十方世界，一一世界中说苦圣地有100,000,000种名，说寂圣地、灭圣地、道圣地也有各100,000,000种名，皆随众生心之所乐令其调伏。说这么一个十方世界说了十方，那你每一个世界又有一个十方，就是这一一世界中无穷无尽的十方，那各个所有的苦圣地都有100,000,000种的名称，是重重无尽的意思了，重无尽意思了。从这个密训世界是我们娑婆世界之半，所有念这些个都是娑婆世界之半，那么娑婆世界是主，那其他的世界都是娑婆世界之半，其他每一个世界都有佛，没说这个没说佛号，也像我们娑婆世界一样，此世界是释迦为主的。所有这个十方世界，十方的还有十方，有百方世界，每一个世界都有一个佛，都有一尊现在住世的佛，那就是我们娑婆世界的释迦牟尼佛的半。要说那个以密寻世界为主，那十方世这个十方世界就是密寻世界之半。至于他里头所说的法名词，音译不同，咱们所念这个还是翻译成咱们娑婆世界的文，你要念它原文不是这样子的，是念的翻译。他那世界的原文呢，那个话
那个音声也不是像我们这样的，咱还不说十方世界了，就说我们中国，中国好多个民族，咱就举西藏民族吧，大家都学密教的吧，密教的名词跟我们显教的名词翻译过来，如果你用它的原文的意思，你也没法懂。对，他的比如说吃饭吧，他叫萨玛萨，萨玛萨翻成汉语就饭吃，饭吃。他祖客颠倒了，那说咱们的话呢，说吃饭，咱要把他那个萨玛萨翻成吃饭，又把他那个文字又给他翻了过来，他叫饭吃。喝茶，喝茶他不叫喝茶，家通，家通就什么呢，咱要翻过来写的通家，不像话，随顺他的文字就是家通，也虽说他家通，家通是什么呢，茶吃，跟咱的生活习惯不同，懂得这个意思了，各个世界的语言文字都入世，一个民族一个民族语言不同，但是他表达的义理翻译出来含义是一样的，肚子饿了要吃饭，他表达的语言不同，他的含义是一样的，饿了要吃饭嘛，知道这个含义了，咱们念这个十方，你把第一个娑婆世界知道了，其他也就这个意思，是苦寂灭道十乘地法，那个佛，他那个佛，他那弘扬的法，根据他那个果度，咱不是随缘吗？对，这应机说法吗？对哪一类众生机说哪一类的法？行，四圣谛法啊，四圣谛品，咱们的介绍了就介绍这么多。当代佛门起诉梦参老和尚，1915年7月13日，生于今吉林省白城地区，1931年在北京房山县兜率寺出家，一生学通显密，教通八宗，畅讲华严，力弘地藏，虽蒙雷泄之灾，33载弘法心志未曾稍歇，于2017年11月27日，在大陆五台山安享世纪，享受103岁。感恩梦参老和尚一生演说大乘，少龙佛种，缅怀风范。祈愿老和尚早日乘愿再来，慈悯度众，利乐有情。护持生命电视台邮政话拨户名财团法人生命传播文化置业基金会，话拨账号1996-5232 1996-5232，银行账号，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账号012-001-197-388 012-001-197-388，传播佛法，救护生命。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高雄生命书坊举办传授八关斋戒暨礼拜千佛法会，恭请湛山法师主法，日期2月3日农历正月初三星期四上午8点半，地点高雄生命书坊，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洽询电话07221-2323 07221-2323，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